前后下巴、啊，前面下巴，比如我只知道下巴而已，它就有一整个包，怎么办？我好像买错了。好，比一下。好低哦！哦，后面就是这样。怎么样？是不是？看起来怎样？后面比较好。后面我觉得前面比较好看耶。你觉得前面比较好看？对啊。这样比起来的话，我看。然后这前面引擎盖有点这个，这个引擎盖把它对了，前后包改，跟引擎盖怎么样？把它做漂亮，黑色。好了，就这样。我因为都喷涂嘛，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啊，大五衣还没搬呢。没有这个晒衣服的东西不行呢。哦，有没有？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冒険民イタル食室。这布马送我的，显示七颗龙珠的地点。好了，干你了，算了，我要找了，走。哎、欸，有没有找到了？搞半天塞这个烂梗，其实只是为了要玩这个而已，只要炫一下这个而已。对啊，哎、欸，这个、HKS Super SQV。Made in Japan， Hyundai Kido， 是这样念吗？去查，来拍清楚，网友自己查，是不是这样念 ？Hyundai Kido， 好不好？是什么？谢亚吧，我的朋友，好朋友阿吉，他也不知道他送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去，也不会再去弄一下。哎、欸，我们是不是大包完都还没拍？对啊，好不好？放在这边，那就把这个装完，跟大包拍一集，就可以削一波，练财一波，好不好？走，那车太多要绕路了。哎、欸，刚刚被人家偷看到我的秘密收藏，不准看。那个很多人私讯都不是问说我们在拍那台车，说哎、欸，我看到那台红色的那个是不是3.5代的 Focus？ 哇、哦啊，那哎，刚、欸、我看看那台是不是 S5？ 大家都在看影片的周围，没有人在看本体，好不好？所以啊，以后不用拍那么认真，他们看的是环境而已。好啦，啊，这台车哈、哦，我终于有时间来好好爱惜一下它了，我把它冷落好久。但都没有拿工具啊？告诉你。我连现在我要装哪里我都还不知道，我看一下这个啦，应该这个啦，看它是什么菜哦，这里有三颗螺丝，三角形的螺丝。有没有不对啊，这座怎么锁？看先拆了啦，管它的，你去拿给洗自己的卸压阀自己换啊。干，钩子破了。干，被勾到耶、欸、被大白勾破了。哎、欸，本次的那个金额有没有锵锵喷1000多块，又提高了，本次 DIY 金额又提高了。我跟你讲哦，这线垂在这边哦，一定有网友讲说，那修车这个线啊卷进去啊，不要发动就没事了吧？这个要代替这个位置，所以它是要接在这个。这个跟这个怎么分开？这个没办法分开啊。等下嘞，现在是要换什么？换什么呀？现在就是要换这个，可是可以拔吗？我去问小陈。那个就不一样，就是要这个三角座。三角座是这一个嘛，装这个三角座。好，对了，好，本片到此结束，下次见。买错了，买错了，没有，少一个座。哦，少一个。对，买一个这个座，装就好了。DIY 最讨厌这样，就是东西永远少一颗。以前哦 ，DIY 都是这样，少东西买，他妈的，我都买起来，直接送去买，有没有？五金行找啊，汽车百货找，就是妈，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它。可是现在就等它吧，就只能等了。慢车那么多，我急不得啊。It's three days later， 我这一次我们就不急了，好不好？不急了，隔了三天，花时间终于把底座搞定。他这个 HKS 没有给我们钱业配，不要放在这边，好不好？好，啊，记得哦，哈，想要露出野外露出还是小视频道露出，要记得联络泰山，好不好？泰山是负责这一块的，泰山是业配王，同时还是熊族天菜，业配王兼熊族天菜，好不好？泰山宝贝，
泰山小宝贝。对，泰山小宝贝。哇，泰山神话很多，泰山小宝贝、熊竹天菜、叶配王。来，底座，我们那天拆起来这样嘛。嗯。有没有这样一个真空管在这边有没有？反正就是一只大只的管子跟这个小的真空管，对不对？然后要把它换成这个底座，好嘞，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底座上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泄压阀，然后这个小的真空管接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塞子，这塞子把这里塞起来，对。然后再来就是装这个跟这个结合，这里面当初有个配件包，有个垫片，现在先把它固定，垫圈。这进不去啊，这怎么进去？把它扣进去，更扣不进去啊！我就用脚绳，都滑进来，滑进这个槽里。对啊，不用把它压坏掉。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就好了。它只要有。哦，等一下加压它就。对，加压它就会滑，不要让它夹住。所以我这样是没有错的嘛，对不对？没有错啊，没有错，我就这样进去。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啊，就是一个。哎，进去了。对，进去了。哎，你压着就好了，压着。先进一边，不是插进去，它可以。啊哦，干呐，一定要用这个给吸啦！真的假的？哎呐，你帮我压后面，压着，好，不要动，不要让它弹出来哦。好，好了，进去了。没有，然后看一下会不会动。哦，好 ，OK， 有没有？就这样，那就不用钱。就用问的不用付钱，对，用问的不用付钱。让小陈在我们偷笑，这样也不会多。这个跟哦，阿呆，下次你去那个夜店啊，嗯，你跟女生讲说啊，我给你10万块，你让我摸一下你的胸部，好，女生说好，10万嘛，成交，然后就脱露出来，对，然后就正面去看。他说：“啊，快来！你不是要摸吗？”我说：“我不用，我只要看了。”哎，我不用，我看完了。啊，又教阿呆一招了。哎，可是他应该还有管子啊。我跟你讲啊，永远都是遇到问题。我现在要去找一条管子可以转接的。对，可以连接这两条的，一小条管子就可以了。这个哦，是很危险。这一不小心弹到手，他妈的就喷血。这个？对啊。不知道这环会弹哦、喔，我不知道，我刚弹哦，对啊，他妈超弹，因为它夹紧啊，你把它那个卡扣弄好之后，把它弄松之后，它就会夹紧了，嗯，所以我不敢太大力搅它，夹下来了，有没有？它刚扣住嘛，嗯，可是跳过去然后把它夹紧，对啊，扣住你把那个，那你手如果不小心在那边一弹，你就夹到，就夹到，就喷血。噔噔噔，喵喵喵！然后卡掉，弄斜一点点，这样是不是就不会翘到了？哦，可以哦，这样不会翘到哦。你知道在说什么吗？就是上面这边。不是，这个泄压阀现在放在这个管子上。哦。OK。有时候在换一些东西啊，你在弄车啊，弄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嗯，有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人喜欢工具。放在这上面其实很危险，因为你看哦，它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如果假设这个是铁的，你只要触到，对不对？嗯。然后碰到铁，就导电了。对。所以这地方尽量不要放东西。然后很多人会怕 DIY 的时候有电，啊，其实车子整台车上面啊，除了静电以外，会电人的电瓶其实不会电人，会电人的有什么你知道吗？什么？那个。火星塞的那个高压线圈，那个会电，所以你如果有一些你引擎不顺，这样在漏电，有时候有可能是那个高压线圈漏电，有没有？嗯，那高压线圈漏电，你去碰手去碰那个引擎上盖啊，你就被电到。噔噔噔噔，泰山的冷笑，哒哒哒，不准这样笑他。干好了哎、欸，那蛮快的、啊，15分钟吧。三天又15分钟，哎、欸，会不会盖不起来？对啊，我刚才在想会不会盖不起来，会不会卡？刚好卡到。
也可以，可以。可以啦。对啊。车有没有？然后我们是看到警察嘛，然后那个影片啊，警察在下面留言。有有有，我看到他的留言，他在签巡逻单。那是我在签巡逻单，所以他真的要开我的话，妈的，我还有影片为证据哈，对不对？我那时候关掉阀门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看到我影片说干，我来不及。那天在对面他妈两个哈炮，里面还开灯开的亮亮的，不知道在干嘛想。对，就原来就是你们两个。好，要把改完了，哦，大包也改完了，接下来我就是要把这个。大灯把它抛光，美容做好，给它拍一个漂漂亮亮的影片，然后就可以练了。考虑一下。你看那边第二摄影小组了，看到？啊，这样，我们去笑他。哎、欸，阿北盖好哦。阿北啊。啊。阿、啊、伟啊。我盖好了嘞。你开。啊。不然用我给你用的。我给你用的，不是啊。啊。我干了好不好？好不好？对、欸，我没救啊！啊，阿没干好哦，太慢，烂惨，两公哦，阿个跳慢嘛，哈哈哈哈哈哈！想讲螺丝套套会好啊，哈哈哈！准备到，今个跳慢吧。我们来漂白啦，再见啦啊！再见，我们来漂白啊，爸爸改啊！啊，哦，这声真好听啊，你看。哦，啾啾啾！有没有看到前面那 IB 边的？看到我在那边啾啾啾，他就开始倒退了，有没有？退了。黑羊跟白羊，对我们黑羊，他前面白羊听到我们啾啾啾，他就倒退了。你看，马上开道让我走了，你看，有没有？那个拓海他爸爸在开山路，要看动画版才有这个声音哦。你如果看的是那个漫画版的是没有声音，是没有这个声音的哦。脑袋自己幻想。对啊，你只能脑补而已哦。哦，脑补要换挡的时候，嗯，然后啊，嗯啊，随便你想不是吗？哎，如果这个声音我要改一下哦，那个比我们那个 Vios 改的还屌，一出去哦啊，靠那个路上啊。路上阿北，我看大小，会不会被抓去警察局？警察妹妹就是他，刚才没吃饭的啊！啊，这样踩很大力才会有这个声音吗？啊，转速要到，看，先把那个阀门关起来。关起来，好，很清楚。转速要到4500转吧？对，4500转放油门，超过4500转放油门，它就会。谢谢他的。讲车改越多越舍不得卖，好，没办法。少年呢，看要无大灯。小姐啊，小姐啊，看到我们大三的弟弟耶，来打实习的。对啊，来实习的。我们小四汽车对于这个青年学子的教育也是，哎呀，我顶哪无着？我啊，我咧安排啊，咧无大顶啊。我拢无咧管，只剩外条。啊，无啊，无医生啊，无医生啊。卡已经刷爆了。刷爆了。好啊，刷爆有刷爆的方法。熊竹天菜要来弄落啊！熊竹天菜，泰山小宝贝。就是，我每天在帮泰山去做好。对，我们对青年学子教育也是不遗余力。我们除了教他这个汽车专业知识以外，还有出社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嗯，对不对？怎么样把半套凹的卷到啊？用半套的钱享受到全套的服务，好不好？这我们都有教的。我跟你讲，这个叫远古流芳，就是这样。摩大灯，我讲摩大灯这个东西是我最先做，才传给隔壁，隔壁再传给下面的面。然后装音响的那个，上次他教的那个什么白绿灰紫那个线那个，妈也是我教隔壁。
也是你教他的，也是我教他的。所以干你们妈的，不要看我什么行什么都不做，好不好？我们以前对不对也是苦干实干出来的，不是他妈出一张嘴的，不是现在是真的有机会当帝王，谁想当乞丐？是这样，没有啦，不能这样讲。谁是乞丐？不要乱讲话。好，摩大灯走。李立，你来这边多久了？半年。这一颗大灯就是你这半年的验收。下次学校打电话来问说我们学生表现怎么样，我的回答就是看这两颗灯的状况了，好不好？阿丹，你拍清楚，弄之前、弄之后你要拍清楚。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对，你就趁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买个新的来把它换。我说老板，我磨好了，我保证你下学期分数一定是满分的，我会这么努力，好不好？你直接换新的，那就满分了。好，我当作没看到，我先走了哦，我等一下回来看，希望它变成新的哦。有没有看到那小师汽车上班就那么大气，交代跟不用钱的一样，靠腰的一次撕一次撕，你贴准一点好不好？可以啊，我贴得超准，这是要多贴几层好不好？车比较贵，看到没有？我们这边连实习都可以跟老板顶嘴，漆比较贵、啊，什么帝王字都骗人的。你知道这个工作不适合什么人来做？什么人？抽烟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手脏，手会抖。是不是，那喝酒的人不行。对。你要调多少？你要调多少？你觉得嘞？看这边超低的嘞。像是因为那个下巴比较厚啊，不然正常这样子是差不多啊。好不好？上一指哦。对啊。你看小陈的那么高，我是差不多一个拳头吧。看这两个拳头，差这么多，最高一指会很烂哦。这个呢，就是要调整这一个，有吗？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高度，对不对？我们要往下一指，有没有？往下一指，有没有？所以它一条一条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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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调到这里，有没有？好远哦！这个工具有没有？要先放松。哎，水可以，这个是松的，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松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就不用拆了。因为有的啊，用久了会卡死。如果是松的，我们就不用，我们就很轻松。我们检查要整个拆掉，用手肘就好了，这个很轻。对，这样蛮快的，一指嘛，对不对？嗯。好了，一指。嗯。哇，我手都可以塞进去了。我们还是用卡尺量起来，这样最短，大概是 1.5 公分左右，差不多。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不好？我们就差不多这样子，用 1.5 先这样调了，然后再把它转回去，然后再锁紧就好。这个是一个确认的动作，就是尽量不要让它松，这样就可以了。换边。看，变高了，接近三根了，两根半。也差不多，两边有没有都一样，两根半。只是这个包，因为这个包太低，你如果要调到不会磨到，这边要调三指以上。可以随便看一台。好看我的，你的钢是我们是两颗拳头，没有，我轮胎比较大，还要看轮胎，这大概19，这个大概才14而已，14，那是因为这个包真的太大，因为如果再调啊，其实车子会不好看，因为就变那个间距很大，很像高脚的那个，对吧？大脚车，对，先看一下前面，应该 OK 吧？没有啊，绝对磨到，还是会磨到，一定会磨到。为什么？你如果要不磨到，很放心的开，基本的就是18公分。18公分哦，拿出来比。18公分，现在有没有？我比看看。现在是来啊！我平常应该大概是这样啦。对啊，来啊！
哦，这样还不到18呢，现在14，还差我一个头，现在14。好，你讲话这你才大机着，我会知。好了，就这样啊，好吧，出来。你要讲一下你在干嘛吗？找后车灯啊，刹车灯啊，第三刹车灯啊，唯一的第三刹车灯。为什么？谢谢。烤漆装好了没帮我装。好了，是说自己装起来蛮好玩的，就是把这个线装到这个刹车灯里接在一起就好了，接在一起。它这边亮啊，上面就亮了，就这么简单，好不好？简单的我来啊，哈，难的给人家做。那刹车灯包是哪一个？那个刹车灯。对。这个，这个呢？它哪一个是正，哪一个是负？干，拿电笔，我拿电笔，找不到。这公司的电笔都我跟你讲啊，这是典型的什么，你知道吗？买不够多了。买不够多。你如果电笔测验电笔买的够多的时候，走路会踢到，这样就不会找不到了，对不对？再买个一箱回来放就应该就不会找不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就算买一箱回来走路会踢到，有没有踢到了哦？隔两天我要电笔，干，我前两天不是有踢到，然后又不见了，还是找不到。不泡了啦，反正接错就是烧掉而已。然后什么阿丹，你猜哪一个会正电？说黑的跟白的。对啊，黑的吧，黑的正电。这个要练金手指，是不是啊？那就把它烧掉了，直接接过去。对，有了耶、你说什么？这个你觉得是红的、哦？魏晨在车上吗？猜，换边。猜，放，猜错了、啊，呆。反了是不是？反了。你这样把它藏起来就好了，就只有简单而已。好。干嘛插回去？插回去。好。好，关起来。来一下。OK。好了，验车没问题了。好。改到这样就好了，简单基本改。我们帮他装了一个，这个叫中包啦，中包你知道吗？钱柜中包，钱柜那个十个人，8到12个人是中包，好不好？其实我本来想要定的是小包，可是我找了半天，就他寄来是中包。那既然包了就包了嘛，好不好？所以呢，装上去以后发现车太低了，所以我们有请小神帮我们把车高稍微增加了1.5指，要不然这个真的低到出入都有困难。我们还是要符合日常的使用。好险，我们这一车上原本车主换的这组避震器是高低软硬都可以调。好，所以因应我们现在装上去的中包，车高稍微调整了高一点点。那大灯呢？我们也经过一个美丽的抛光，我们建教合作的徒弟伟哥，哦，他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大灯的抛光。那引擎室里面呢，也看到之前影片分享，换上了这个泄压阀。好，大尾翼、晒衣架、餐桌，不管你要怎么用，反正我觉得Impreza就是一定要大尾翼，没有大尾翼我觉得不算Impreza。当初跟 EVO 有没有？两个就是在比那个大尾翼。你看那个年代多好，R7、EVO、Impreza 都是很有名的大尾翼。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现在的车流行什么？小鸭尾。小鸭尾，小小一个，有跟没有一样。一点都没有我们那个年纪老屁股的那种霸气感，对不对？再来呢，后面呢也是一个中包。之后我们也改装了这个烤肉馆。那烤肉馆我们为了防止扰邻，为了防止扰邻，我们在里面呢，当然我们装有这个排气的阀门，好，可以开关控制这个排气管的声浪。好啦，那里面就做了一些简单的美容，因为大家也知道这台车才开五万多公里，那前面一个车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放在那边让它发霉，虽然它盖了三层的车罩，不过还是一样，车子太久没开会有霉味，所以我们也帮它做了杀菌除臭。哦，还有一个重要的，之前的钥匙是一只钥匙跟一个大号少少的遥控器，还有那个妈核桃木纹的那种遥控器，我们已经把它换成这种。完全换钥匙？开玩笑，我们这个注重细节 ，detail。后面还有这个，这个我叫车号，你不会啥的 mark， 好吧？速霸路的 mark 有没有？然后这样，那一样哦。我们做这一些这个大包啦，或者是泄压阀、排气管的价格，我们会整理一个表跟大家分享。那这台车呢，有时候我觉得改车是这样，小时做这行二十年。如果每一台车都留下不卖的话，我现在大概嘛三个足球场都放不下我收藏的车。好，我现在如果有钱的话，我现在可能可以开个博物馆，好不好？可是呢，每一台经典的好车，经由我们巧手整修，整修之后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它好好的像嫁女儿一样嫁给下一个人。好，那今天小师的 Vlog 之 Presa 的小小翻修分享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也一定要，好不好？一定要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们多做一些跟车子有关系的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下次见，拜拜。Welcome to Forever, man. Let's go. Now allow me to reintroduce myself. They call me J-O, N to the easy E-N. Know that we undefeated. Y'all are beneath them speeches trying to air a grievance. But his lines are overhead, better check the air for clearance. Call the tower, this is our credit. He the heir apparent, Really, I've never been better, Legacy, this is forever, All the more times I've been severed. I'm raising the bar, you can go ahead and measure, Think about time for a toast, Time that we welcome the goat, Yo, we're just leaving. I think about time that somebody go get them their coat. You know I got all that anthem, come back in, what you call that add-on? Got anthems and bands with masters, getting them right like my name was Miranda. I ain't bigger dead than alive. One more time, this is forever, remember the legend, he never go die, I ain't bigger dead than alive, bigger dead than alive. I ain't bigger dead than alive. Just making sure that you know why, because this is forever. And there will be no surrender. You know that this right here forever. No surrender. It's forever. You know this right here forever. No surrender. It's forever. You know this right here forever. 阿戴，你知道这正确的用法吗？是怎样用？就是要爬到车上啊。有没有正确的用法？跟女朋友坐在这边，哦，看星星，喝咖啡，有没有？你下得来吗？哦，还可以这样，有没有？哦，不啊，那怎么下来？从这边再滑下去啊！哦，凌波舞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卡了，下不去啊 ！Lucky 啊！等下一台车被我弄那么脏，肯定吧？等下再刚擦好，指纹你看，等下那尾翼会不会被你用掉？应该不会吧？耶、yeah ！不要再这样玩车了，好不好？啊，你们这些人为了节目效果，什么事都干得出来。